这个是哦，一个一个拿起来给你们看好了。这是水果，是哈密瓜、凤梨跟番茄。然后这个是坚果，一整盒坚果，未开封的坚果。然后还有优格，优格是希腊的无糖优格。现在是吃播耶、yeah! ！嗨，草莓酱，今天忙了，把眼睛。就在此刻，全身充满力量。会讲好，会讲好。嗨，平友小先生，小感冒，公司跑哦。对，现在小感冒都很那个。不要整个，当然不可能。我是你们都误会了，这不是大胃王吃播，只是一般的吃播而已。谢谢甲骨文的人气选票。你们不觉得有时候看人大胃王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也可以自己吃五六只鸡翅哈，然后结果吃两只就饱了，对不对？嗨红 A， 嗨 Cherry， 好，现在要先把优格加到我们的碗里面，这样因祸得福可以完整挖。短片中韩寒帮你拨头发，两人好可爱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我要推销一下，因为我。那个时候我因为我一直笑，我停不下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能跟一起坐在后排的韩寒寻求支援。嗨森少凯，我真的在推荐，我自己看我都快笑死，我看我那个短片真的是快笑死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讲樱花的时候我的表情是非常的自然的，非常 nature 那种感觉，是完全没有要 say 的意思，代表樱花。我真的是讲得很自然的，好奇怪哦。谢谢明镜的心之冠，而且反正我承认菊花我是蛮常讲的，可是樱花我不晓得为什么就会在那个时候蹦出来。我找个开口，对，一眼能爆别字，对，代表樱花，真的很烦。没有，那时候樱花说樱花没有欢迎你啊，然后我说你以为我想去吗？IG 里面好可爱，谢谢。没有，我没有想去樱花组，好不好？谢谢甲骨文小公举，嗨卡丘，嗨小皮。打开我们的优格，像这样的，哎，好像是固体的状态。报考错误可才不是呢。很健康的优格的味道。谢谢今天小公，今天的点点呢？这么多，这一只当然不行啊！我妈刚跟我说，你要一盒全部吃完吗？我说，你好像太高估我了，掉出来的神作没有，真的不会，没有掉出来，可以，是完全那种健康固体的优格的感觉。我们就先大概挖个两三匙进来，还以为你上学校了，不是啊。为什么是这样？今天发型好看，谢谢。先大概挖个半盒吧，三分之一好了，半盒有点多。这样子吗？会太少吗？我水果很多，挖多一点好了。这不是奶油，喂，好吃吗？我不知道哎。那我先不要吃，因为这个是大家一起吃的。要教大家做什么？没有，就是给大家看我吃晚餐这样。好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我稍微把它晃一下，不然有点怪怪的。当优格，好多。加点蜂蜜，我家没有蜂蜜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吃蜂蜜。哒啦，酱优格结束，好大一碗。实力增胖教学，好哦。饿的时候看到就想吃，这样这样。Hello， 看起来好好吃，真的吗？这只是优格，让我吃一口。没有任何味道，
大家不要看这样，真的不好吃。反正减肥就是要吃无糖优格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点水果。明白吧？这真的不能单吃，单吃会死掉。凤梨，然后哈密瓜，番茄，喜欢吃番茄。嘟咕，是什么做什么料？完全，蜂蜜真的、哦。听你说健康的香味，对，健康的东西通常香味很重啦，吃起来没什么味道。夜深夏凯小公主，无糖当然没味道，对，但吃会死掉，没有啦，就没什么味道。那边的人喜欢吃优格加盐，好酷哦。谢小白兔的玫瑰，有果酱就加果酱，没有，我没有加果酱。水果加完了，我们来加一点坚果，这个也是没有调味的坚果，就是没有味道的坚果。可是没有味道的坚果我还比较能接受，因为里面有那个葡萄干，葡萄干稍微有味一点，就直接往里面倒。好，先这样。其实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直相依。不会成就你，不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，就在一起一直相守不弃，就在一起谁都不许说分离。我的天，这么大盆，今天我就不相信你晚餐吃酱你会饱。嗨，丹天丹鱼天凡，甜美的情侣，坚果配优格，坚果好香，晚餐只吃坚果。你有看到坚果以外的东西吗？我觉得葡萄干特别好吃，水果优格。我知道，这是优格的作用，就是为了让我填饱肚子。我觉得你不会饱，我会饱的。夜宵，我得看到你哦。Hi, Happy Love， 我要摸摸我有，不行，这是我的晚餐。夜宵，我得看到你了，哎呀，好吃。对我来说就是点心，代表意外。哎，嗨，超哥，别再说了，别提，那是不好的回忆。番茄，我最爱吃番茄，水果的话。坚果内煎。有个不好吃的坚果的味道。调味黑豆，那个黑豆不好吃。说喂食，你们大家都别吃了吧，看我吃就好了。骗甲骨文小公女。那么快加麦片，可是我麦片我喜欢牛奶加麦片。夜静的玫瑰，霸主可以加冰淇淋，优格加冰淇淋好像还可以哦。那你们就吃一口优格。你和我很有夫妻脸，笑着我都躺在嘴角右侧边，翻开回一篇一句友军自己的一篇，他之前不是要开公司吗？他们说我和你很有夫妻脸，笑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
真是每一天如假时期般缠绵。可是单字优格会死掉，对。看一场精彩的烟花表演，爱闪烁在最灿烂那瞬间，念珠似闪电触动心弦，也许是生命中注定的。果干跟坚果味差不多。鸡肉饭加优格，优格是冰的吗？饭是热的吗？你知道乌龟又叫做乌龟吗？知道啊，上次不是讲如果大家现在进来一定会被吓到，是不是我是被坚果呛到？一家地一家刚吃生鱼片，好好。嗯。有没有嘴角真相？没有啊。好，不要呛到，没事，慢慢吃。海无意和。乌龟是脸红，真的假的？你闯出一片天了，在粉丝群闯出一片天了。夜晚年的医用口罩，凤梨是我妈很爱吃的，她每次都买一堆凤梨回来。夏青雾的小公举，谢明金的心之怪，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你的出现是我要当个低调的粉丝，你做不到。他们说你已经红了，红了就没有办法不红。等一下是不是会买盐酥鸡？你们好坏啊，可不可以相信我一次啊？谢谢阿洛的 love。最近工作忙吗？蛮忙的。今天想上哪些工具？先等我吃完东西吧，吃一个放空。哎、欸，真的？大家不知道吃东西正常的会放空吗？你我就不相信你们不会。我刚好放空吗？因为吃东西是最放松的时候。今天来喝，我刚才看啥？我不知道。没有电脑，我是用手机连的。我在看歌词吧。还去吃牛排了喂！不可以，我觉得哈密瓜很好吃。可是如果它再熟一点，再甜一点，应该会更好吃。甜的水果不给力呀、啊，坚果好吃，真厚，真厚是什么？谢谢甲骨文小恭喜，晚安顶呱呱。不要问主播岁有没有结婚生儿女，素比妹。
少，我看不懂。不要理素皮妹，怎样？素皮妹又是很红的粉丝，是不是？我17岁，我没有结婚。哈密瓜热量蛮高的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这个不甜哎，它好像还没熟，又硬硬的。梦纯劝你该飞人哦，二姐，我觉得二姐很好笑。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有出现过，然后一阵子又消失，有点想他了。那个不好哭，嗯，看这个黑豆，知名长边。他只留言一次，那就算了吧。我找不到他了。你的怪怪粉丝就忽略就好。可是我觉得我粉丝们都怪怪的，还是因为我有怪怪的。No。我脾气真好，还好了。对，有一份我在吃晚餐，还想他呢。开玩笑，水果不能吃太多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算多吗？你们为什么我吃水果也不行呢？都吃草就不用挑了，对吗？大家不要对我这么严格嘛，我就只是想吃个晚餐。我骂你吗？没有吧。20岁可以啊，反正我20岁还在嘛。你的外向贤淑静，不行，最近不能吃。好，那水果热量很高，所以我特意不准备香蕉，不然最红的香蕉减肥食品也会被你们说胖。番茄不甜，凤梨不甜，这个哈密瓜还没熟不甜，热量不高了吧，大家？我没有吃到任何一点甜味，好吗？大家不要担心。吃，那苹果有时候也很酸。我个人比较不幸运，吃的水果都不怎么甜。这个绿色的是什么？它好像是什么柑，可是它没有味道。应该不错啊，对啊，都吃草了。我的粉丝比较严格一点，我吃什么他们都说不要吃太多，他们会超担心。某某最喜欢吃什么水果？火龙果，我喜欢吃火龙果。火龙果不管甜不甜都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我吃好久了。喝水的时候会不会说不要喝很多？没有，水是没有啊。可是我上次吃水果，有人跟我说水果不要吃太多，我就觉得我到底还可以吃什么？嗯，火龙果，我是到高一才确认我的真爱。我几乎每次看火，因为火龙果其实也不便宜，然后每次看我都会很想要买。然后我妈就说不要买太多，然后我为了就是完美的吃到火龙果，我还上网去查怎么切。
水果都不甜，你们真的很夸张哎。看有热量的都会被制止，所以我直播常常只喝水啊。我不敢跟其他成员一样，直播叫 Uber 啊，吃晚餐什么。我空掉了。芒果还好，吃起来麻烦，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。吃蔬果比吃肉类，应该说吃蔬果比吃淀粉好多了，因为肉也不差啊，其实。就把头跟尾切掉，然后中间画一条线，用撕的，完美。我的水果糖分很高，所以吃多也不好。没错，哎，长左对，因为我妈妈很在乎吃菜，所以搞得我也有点在乎，就是一天一定要吃到菜。你是不是不能放太久啊？优格好像不能。那天气又这么热，很亲密。放纯以后和我一样吃素食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做不到。我都吃草吃素，但那天怎么吃？很好笑哎，发现有点饱了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我好像吃的有点多了，如果弄成这样，我妈一定不爱接手，看起来超恶心的。盯着果胶吃晚餐，然后就一直吃，好过分。有些素食比荤食好吃100倍。我知道啊，素食有素食的好，荤食有荤食的好，吃什么都可以啊，我想吃就好，对吧？妈妈不知道，我就帮你吃吧。什么啦？不行啊！勾过头，没错。不过我觉得它过瘦了，侧面看它，它根本就跟纸片一样，正式到真正的纸片。我说他很讨厌他的腿，因为他觉得他腿很恶心。我说给你一点肉吧，求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优格跟水果还有坚果。麦当劳快乐颂，哇！就发呆，我没有吧？啊、我有，对不起。牛排，哎，我昨天有吃牛排，不是牛排，就是煎牛排，还蛮好吃，就是牛排加玫瑰耶。你是不是想说果果没身材？不可能，我超想要知道果果的身材，因为果果的身材，我就每天都可以正常的吃早中午晚餐了，你知道吗？
还可以吃个宵夜。你喜欢吃洋芋片吗？我不会，通常不会自己买，因为我自己买就不会吃，我喜欢吃别人。你不觉得吃别人的东西特别有胃口吗？对，哦，再来一片，再来一片。牛排好，牛排真的好，对，超赞。前面都有爱吃烧肉，可是我不喜欢吃那种烧肉，因为烧肉如果在烧肉店吃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恶心，因为太多了。等你变成果，我就发现其实也吃，对，果实量超小的，100包卡丁，那吃虫最超赞，超赞。我今天跟我妈去逛那个家乐福的时候，东西都被扫光了，而且我进去我戴着口罩，然后大家都戴着口罩，然后看似大家很正常的在逛街，殊不知气氛我觉得突然觉得有一种凝重的感觉，就很像大家好像默默的在抢货。那刚好那天就是卫生纸都还有，可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抢卫生纸，反正就是那些什么泡面啊什么。很多蔬菜都被抢光光，哎，那和默默约会应该去哪些点？嗯，我不知道。香槟中超久都没看，欢迎！一来看我直播我就在吃东西，默默也没有一起抢，没有啊，因为够用就好了，不需要太多，对吧？烧肉来，哎，我可以有一间店在站着吃烤肉，我觉得它的肉量很刚好，然后你可以叫一些小菜，然后不要叫饭，叫饭会太饱。我叫二四半，谢谢 X 的 Love， 国外动物变成为什么都没人吗？谢谢加古的小工具。站着吃感觉脚很酸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吃上面，站着还好。昨天的 IG 照片上，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以前的照片？可是那是最近拍的。问店员，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梦唇？就是 AKB48KTV 的网站下，最多可以买到一些深浅色。好小，我是女生哎，女生其实这样算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成人好像最多也到2.5半，差不多。哇，报平安重要，报平安重要。哪有，我们很多成员都是2.3半、2.4、2.4半算中间吧。我一直觉得我脚蛮大的。谢谢优雅哥哥的小公举。看张明丽。吃，我觉得一开始脚会酸，可是后来吃第二次我就觉得还好，因为大家就边聊天边吃饭啊，然后专注的烤着肉，好像也还好。看霸主持人好，然后。梦辰不是要减肥吗？对啊，我在减肥啊。是不是胖真好？你讲这句会被我粉丝笑死。带组员去烧啊！对，我忘记跟你们讲，我们 Daisy 组的汤乐鼓掌，就是负责揪吃饭，结果现在都还没揪一次成功过。上次 Mini 看结束后，本来说要去吃饭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然后我也找不到可以吃哪里。因为找一个正在减肥的人揪吃饭，好像有点不好，对不对？再不解就杀到你
说宝贝就让我说声对不起。第一次说踩到柠檬吗？所以会酸。那好冷的梗，可是我笑得好开心。我真的好想大声地说好喜欢你。你为什么要减肥？因为大家都说我胖，所以我要减肥。我脚也很酸，今天请人糊弄鸭子走路了，鸭子走路好累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伏地挺身最多只能做七下，就是最标准的那种，只能做七下。我超弱。那感觉樱花去偷偷加入樱花的群，你说哎，你们有要吃饭吗？现在没有命令控，不一定，现在还是很忙，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一起去吃木本茶，有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可是大家在减肥，还是我们去吃沙拉？然后李彩杰说，那样还在吃饭嘛？我说好，我们应该就吃饭就是要吃得开心嘛，吃什么沙拉？沙拉有提议过了，被取消了。默默笑得好漂亮，谢谢。笑点比海平，海平面还蛮高的哎。一起去找吃水煮菜，没有大家说吃的开心，就是吃那种炸鸡、大鱼大肉。去完美店，可是我不喜欢吃蛋糕，啊，不是不喜欢吃蛋糕，就是不喜欢就一整天出去，然后只为了吃一个甜点，那是以前会做的事情。现在已经不会乱花其他钱去吃甜点。下来吗？哪里胖？拍起来很胖，相信我。我早上做五十下，下午再去中心再跑步。哦，你们现在是都不用上班吗？都在做隔离。卡了吗？做完体能要洗澡，手都哦，我知道我知道。然后隔天会酸爆，对不对？不然就要拉好筋。真的好像奶油，哎，这个奶油热量就有点慢慢升高的感觉。我快吃完了，最后的水果。内湖有一家，内湖好远哦。加奶油。搞不好假优格真奶油，台湾是不是下周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有人知道这消息吗？放假是怎样？放一个礼拜吗？梦游看起来比其他人有分量，谢谢。对，我刚好站一排，然后其另外三个是 Luca 杰星，还有一个是谁？阿潘，反正就是不高的人。然后就刚好又不高了，也不胖了，然后害我在旁边看起来讨厌。全家咪咪看了门票，嗯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可是我已经看到你们有那份心了，所以很感动。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也可以这样。明天一大早就坐专车回台中，后天再回来高雄凤山。专车为什么？哦，礼拜三为什么要连假是吗？三四五吗？假优格真奶油，刚刚有奶油是那样子卖的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你们现在暂停练习。对，我们暂停练习。虽然没有秘密看，只要看到你们就很开心。至少还可以直播嘛，对不对？直播就是好事。
天气好像已经可以开电风扇了。有没有跟我一样到现在都还没开过电风扇？发组 IG， 因为很多人就是前面都私讯给我说，哎，我抢到票，很开心，期待见面。然后后面又说去，没办法去，我就觉得为你们有点难过，就是明明是很开心的一件事，然后结果感觉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。然后希望你们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还可以见面的。可以给你们其他类型，对，应该会有比较网络形式的活动吧，我也不知道。50分牵手 ，OK OK， 很不容易抢到又没，对，所以我才觉得加油。那么可以去下我是哥哥吗？好，我会跟诗雅提的。那诗雅，我要去上哥哥。好啊，其实我之前有提过，我是哥哥不是会跟一些艺人合作嘛，然后我就希望可以跟一些我知道的艺人就是一起合作，但是很想去，然后我就说啊，我是想我会想跟他们一起拍，然后他就说那你要拍什么内容？我说大胃王吗？我说不对，反正我也吃不下，这样大家就会对我破灭。然后他就说不然要做什么？我说我也不知道。他说那我再想想看哈。然后因为我们想不到要做什么主题，我直接开机。好哦好哦，因为我房间不算热，可是我难得感受到有一点点热热的，还是因为直播，我直播每次都有点热。你可以公主病，可以闹脾气，只要你爱笑的眼睛。电风扇根本，我也是，我现在房间还没有摆电风扇。想跟谁拍？其实我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我就会很嗨。你可以运动主题，现场运动，这种主题会有人想看吗？雨林上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诗雅叫我想一个。那片有等你的，那甲骨文小工具。想想拍什么？大胃王，大胃王我要吃什么？啊，我那时候跟他讲是，我说。我们可以去逛夜市，然后吃遍夜市的小吃。然后说最好会有人想看，我说会吧，会有人想看吧。那我就笑。还可以，就不能让诗雅每一集都这么漂亮，我们要让她狼狈一点。我们直接运动起来。这好像也可以，可是有什么艺人会想跟我们合作运动？什么叫运动的艺人？馆长。害羞的。从头吃到尾，然后每个东西都咬一口，然后其他给工作人员吃，这样。我想跟大胃王合作，芊芊，芊芊，我真的超爱他的。2000元吃到我，对，夜市是花到2000元，真的是蛮厉害。不会，诗雅运动完肯定还是很漂亮哦，这是滤镜的部分。需要被馆长打脸。没有，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打。馆长不会打女生吧？101爬楼梯到楼上。不要不要乱说，我坐电梯我都觉得我会耳鸣。
霸主介绍夜市，没有没有，诗雅介绍吧，我是来宾负责吃，请教馆长知名度，真的假的？馆长真的有名？快吃完了，看起来很正，他又瘦又高，又会吃。如果跟他一样就好，如果饿一下必有大胃王就好。赢的人能吃大餐，我们先直接认输，我直接请你吃好不好？馆长，我没有看过馆长直播哎，馆长好像是会开直播，然后讨论一些时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是练拳击的，我有理解错吗？思想念配上那部分，爱子先出去。平易近人的 YouTuber 就是石原的，石原吃什么啊？我有看过石原的频道，他好像看他开箱泡面。不过馆长是，对，我记得他在骂一些人不是吗？还是馆长在 YouTuber 啊？夏小慧，夏小慧很可爱。你说？至少还有漂亮的那一面，就可能只有那漂亮的一面而已。本来想跟他一起做饭的，可是第一集就没了，这个题材就没了。我真的想不到。你要说自己就瘦了高，我闭嘴，我闭嘴。谢谢 X 的 X 啾啾，谢谢小五甜蛋心饼干。各位，大消息，剩最后一口了，真的不知道会这么饱哎。优格都被我吃到不冰了。吃完，呜、哦，他放旁边。你们 TVB 很久没有拍时尚的照片，是吗？我们身体真不时尚吗？我觉得我们身体真蛮时尚的。可是我吃了饭，我就会把我的口红擦到最干净，然后再。不能直接补，我一定要擦到最干净，就把剩余的都擦干净。就。小雨落下，随着风，舞动着自由的回到最灿烂包容的家。世界万物它循环着，不曾质疑该去的方向。妈妈平常会不会？不会。我会十二点前睡觉，这是我值得骄傲的点。
声音，难道不及我能感受到的你。默默平常会不会很晚啊？不，我最可爱的是默想和阿德翔一起合作跳舞 cover。 我是想，可是可以吗？因为是不是那个歌版权的问题。我怎么一直唱的？团体从来还没有跟女性杂志，我是没有参与跟谁合作这个部分。我才刚要吃，你有看阿德翔跳的？有，我觉得温妮太可爱了，那个曲风有点不太适合她，也会练其他歌手。会啊，觉得 TTP 很多人，对，非常多人。举例几个，熊妹拍照起来真的是超贼好看的，然后怡真嘛，然后我觉得林姐也蛮适合的，好，林姐猪猪嘛，然后我把二姐放进去的话，还有那个会机会，我目前看到的肉肉也蛮适合的，肉肉表情摆得很好，合成这样吧，好不好？跟杂志合作也是可以的。默默对，品涵其实都可以。小慧拍很好看。你的宝贝呢？我的宝贝是谁？我宝贝是谁？林允。林允不适合啊，去当我的 model， 他去当 dancer。默默，你可以韩系代表。韩系代表我还好吧。李玲是小孩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我没有看过他拍。雨露应该，我也没看过雨露拍，就是他们在拍的时候，我会在旁边看那种。小慧怎么拍的吗？真的吗？李玲应该也好看，是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李玲摆不摆出那个气势。你们都适合当 model， 这是类型的，对。嗨，宪明，怎么那么晚？哇，那首歌好久不见了。你女儿还好吧？还好啊。玲玲不是跟你们差两岁吗？她十五岁不是吗？两岁啊。梦魂是可爱啊，服务什么时候性感？酷哦。可以。对啊，那我国小听的。性感不可能，真的。好，没有性感可言。跳舞吧，跳舞的时候。想带着你 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握着多看一点，能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，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这首发行哦，真的假的？2024是吗？大家知道很过分哎！这什么好可爱？人气被我删了，谢谢健健，好听，谢谢。常常想我说的话，你是否听得进去？明明很想生气，却又止不住笑意。
首歌是我七岁的歌，现在23岁。哦，踩到这个。Baby， 尽管多睡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有韩版，就这首歌哦。哦，我好像知道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我好像有听过哎，年龄都暴露了。洗澡完回来了，欢迎洗澡完回来，这样吗？有没有看发现我今天没有架麦？我想说要吃东西就不方便摆在这里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点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。我这首歌我国小，我国小的时候也有。想陪你不止一点。没有活动见面就想看，没有，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再约出来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我们没什么再约出来。国小运动会真的假的？为了吃不要买，为了不吃买，对。我记录你的爱情是如何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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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阿乐一起就喊369，看有什么歌，大家想唱什么歌吗？音声有出歌耶，暗恋是韩文哦，这假的，不是台湾先的吗？我误会了，只好都在 IG 玩那个动态，对，很好笑哎。SHE 有没有什么歌会唱？我最近有在看那个《青春有你》。因为我最近有看一个，偶像剧，是大陆那边的，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女配角叫虞书欣，然后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我就什么，她也有在《青春之作》里面出现，我觉得哇，好可爱哦，啊，有嗓音，对，我有去帮她打 call， 你们有去投票，我帮他们两个投票。声音超可爱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以闪亮的心选那首歌有点不合适，因为那边都是气势比较强的人。对，对，菜瓜你也知道，超可爱的。我以为他是演的，然后结果他真的本人就是那样子，我真的会笑死。你说是一模一样。还有一个叫蔡卓宜，超漂亮，她是我的女神，笑起来超漂亮。其他的歌容易出事，也是，还有很多台湾，其他我没有，好像什么微微的，好像是。我也觉得梦比较可爱，你们真是不要被你们晕倒。等等回来啊，好哦。耶，三月份写真，美的美的。没有，不是，看一下。
群人里面的。那音乐放的麦克风，我找了我台湾的朋友借我地址加 CP， 哇，这么麻烦的吗？后悔，还好不是做前台，没有了。之前看过类似的节目，但发现，哎，好吧，好像是，我记得一些这些东西好像都有内定，可是我还是不死心的继续投票。那些 X 的香氛蜡烛，谢谢宝宝大声说爱你。好，里面有一个女 rapper， 我看最新的一集，她好正。嗨 ，Lori 笑。因为这个软体很厉害的是，它下面还有。很厉害的是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有点明金的，干嘛去哦？谢谢保罗的香槟，哎，谢谢保罗的香槟 ，Love you so much。Yummy 吗？不是 Yummy， 他没有参加青春有你，他是上一季的。小鬼，逗弄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哗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。奶万也不是奶万，奶万虽然也很正，可是我喜欢另外一个，那叫什么、啊？不放弃。我觉得奶万也很棒，奶万是我第二个比较喜欢的 rap。宝贝，这首是你们该睡觉了。喜欢这个明天，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全都是。黑森姐，摇晃着红酒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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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看到那个吗？小，小这团，心跳的证明，好啊。心跳的证明是这样吗？忘记了。那么甜，舍不得睡，浮夸，太浮夸。嗨，阿华安。对，我手要等到六月。把插上面点。莫名都因为你。我以为的差距。谢谢 Alex 心心相印。嗨，苦味杨奶，嗨，天中人，嗨，阿华。交汇的瞬间，是你才有了奇迹。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这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回忆很清晰，谁都不能否定，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收到我手上有收多多收几张去握，我知道，唱得好，你谢谢你们，我才唱了两句而已。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，不要，我绑得很少，我这个只是为了乘凉绑的，我没有特别绑，就是那种平常在家随意的绑法，拒绝透露出我的懒散，突然还掉下来，塞回去。我每天最努力大概就是我的刘海。
起，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。这次换我走向你，这不是恶作剧，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。现场反而是越来越，哎，是吗？你为什么我在拍 Daisy 那个影片原阵的时候我是没有刘海的，然后念心得的时候我是有刘海的？我觉得原阵上没有刘海还挺好看的，有刘海的猫猫真的比较好。了解。你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这是命中的注定。我在这里等着你，不是恶作剧，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。还爱丽丝啊，觉得没刘海也很美，被掏空的感觉。我平常没刘海，有刘海。哎，不对。是你难过，乱世间的山，我的腿无处安放的腿。海阿豆，欢迎少凯。阿茂以前有短发过吗？国中有。国中我就短发过，以前 Alex 的 Love 笑刚好没看到我刚来的，诶，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甲骨文小公主。谢谢 Alex 的 Love。也喜欢我的机遇，不差会用机理。不是谁够努力就值得被珍惜，可我总是不会放弃。我是真的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，这是你的步伐，快让我已经追不上。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。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，可是我真的傻才爱你黯淡了光芒。别担心我是我不够好，你要找到想看有刘海渐渐吗？不想，我为什么要想？有差吗？你说栗子头吗？你们知道最近很红的栗子头吗？很多人剪坏的那一颗头，非常多人剪坏的那颗头。某某念 X 很标准，天天看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艾利克，因为很常见的，所以就会念栗子头。不知道，你想看我就剪刘海，不建议吧，因为你们一般大男生都不太整理刘海的，还是干干净净比较好。对，离太远，离太远 ，bingo。我是睡醉，哎，不是，因为太看人了，真的。我们在蜡笔小新以前就是栗子头。他的不真心不变，他以前就赶上流行。你好想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，我是真的想独占你不跟谁分享，可是我真的傻才爱你黯淡了。
刘海，每天去，没有，我是说，我是怕有一些人就是就不会整理，然后就会看，反正看起来会脏脏的。就像刘海，你一起床，你不要看它这样，一起床不长这样，一起床是乱喷来乱喷去，然后你光吹还不行，你还得烫，光烫还不行，你还得维持它这个卷度，所以就很麻烦。所以建议就是不太有时间去整理头发的人，就让它干净点呗。他不听，不听，非常多的去念错你的名字，我念不听。原来是这样，没错，就是朱阳珠。我相信你们是属于比较懒的那一派，所以那么休息。我这样子剥血刘海已经好几次，真是不管怎样都不适合。短短长片又轮回了几遍，凄凄单车，等等秋千，会看起来很像日本的妇女。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，你大河前，我有花园，差一点多一些，路过了学校花店，回了店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绕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到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对，品涵，品涵那天发现什么？这是品涵吗？像对面办公室会有的小妹办公室，我已经晋升到办公室的地方了，是吗？这刘海我大概会留到握手会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还看得到的我的刘海。时候他否也等待误会，熬成约会，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。确实对吧，平阳瞬间变个挺对。你知道邱平阳常常会拿着他的身体照片，他就跟我说这个可爱吗，然后他说这个可爱对吧，然后我说你这是肯定句吗，然后说哦，我说对吧，然后我就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说你到底要讲了没，他很烦，他一直逼我说他可爱。好啦，是蛮可爱的好不好，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平安的身线。比较喜欢莫现在，我也比较喜欢现在这种电影院攻读生妹妹，现在也像像中间留一撮那种感觉。好像昨天我们初次见面，想过去很久以前，想了你在身边，你陪我迷途乐园，一个圈在体会这样的余味，多么可贵。可是其实也真的蛮可爱，所以我就没什么好说。边界还是没有别爱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到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，那些美好的都缺，让回忆值得怀念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一个人想，握手会要问你我可爱吗？我直接把你说不好意思 ，Steph 姐姐可以把这个人拉出去吗？
你真的会被当怪人来看。不能问，好好，我回你好不好？不可爱好不好？开心吗？哎，你要走了，拜拜。安慰一切都不是错觉，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。被打滚小公主，我也亲自吃晚餐，好哦。为什么会愣住？我不会咬人的。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扫满你的心碎。一个人的冒险，一个人的座位，一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错觉。仙女当然会忍住，我会讲话，我干！你们真的很浮夸，我承认了，是有的时候我一开始入手我也挺紧张的，然后没想到粉丝比我还紧张，哎，讲话都在抖。来不及道声感谢，故事已结尾，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。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憔悴，洒满你的心碎。我一人的冒险，一个人这不是错觉，那些年那些天那一夜都恍如昨天，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。谢谢宝蓝色月漫，谢谢晴雾的蓝色月漫。不是每个粉丝都像我们有条，油条有吗？你有油条吗？一个人的座位，这只是要求比较多。原来乌龟乌嘎就是，对啊，你现在知道吗？乌嘎这么红，搞什么？没有啦。一单握的梦真的是很难得的拘谨，你说我吗？我很拘谨是吗？也是啦，直播当然会跟见面比较不一样。就当然说，哎、欸，来来啊，你好。我们握手会是这样的，那个 stamp 那个是这样的，流程是这样的、啊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你好，哎、欸，你刚好吃饭吗？好，拜拜。七秒是如此的快速呢，所以大家建议买一张的话，就再加个几张吧。二单的露肩衣服还啊，花花的，对不对？我握手的时候我超拘谨，哎，真的吗？是很多人都蛮拘谨，就大家会很手会很抖，然后很紧张。好关卡，不然像是哎你来啦，这样子吗？谢谢我阿天到，你说哎你来啦，你等等一起吃饭啊，找朋友是不是？台湾的握掉真的要三张才是真的，买多点啊，太小握不到的。你就说个嗨，我记得我整天要九张，没关系，第一次，下次记得哈、啊，三张是基本，也是基本的两倍，这样子。他喜欢忽热忽冷，让他世界保持可能，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。
敢承认，承认他还想要那，保持着暧昧就好，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他不愿承认，承认我对他的好，承认我到底有多重要，也许我不重要。他是可以出现这样的专题，就是跟粉丝约会，然后就吃一个面包之类的，然后就几个粉丝就吃几个面包，蛋糕啦之类的。好听，谢谢你啊！三张挑战狐仙早期，没有，我们讲好古装跟什么，忘记了。付出再多不懂心疼，别再消费我的青春。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他不愿承认，承认他还想要那，保持着暧昧就好。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他不愿承认，承认我对他的好，承认我到底有多重要，也许我不重要啊。对好，我已经夏天了，那我可能要换个计划。高双马，哦对，高双马尾。TSH 的实体握手券拆开用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拆开用，他们一次都只用一张，然后就这样一次拍出来。我说哇，怎么会累？他们在我们的握手会现场就是在跑来跑去，就不会一次用完，大家都是一张一张慢慢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女仆装那种东西吧？哦，女仆装要穿啊，今天要穿女仆装是不是？拆开用好好玩啊！没有女仆，对，要好像要凉一点哦。还握到一半，大家直接流汗流起来，手汗全部飙升，有一直陪伴的感觉，真的。好会说话，谢谢 TTP 的 love， 不，谢谢神奇黑掉的 T， 谢谢神奇黑掉的 love， 拆开来用刷脸，啊，嗯，刷脸，吃真快说着，刚第一次唱 MV 还有台词的是哪一首？是我还不够好，嗨，兜力王。这首对是真的希望改回室内，我觉得在室外太尴尬了。是在那个，你们知道是在哪里吗？户外的话，因为有些粉丝三四张一次用完就不能再去。对，哦，所以我现在后面默默看着。你也很爱我。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这家伙的情绪吧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哎，你们都知道。对，西门电影公园，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因为有时候会去那边练舞，在电影主题公园感觉很神奇。没有，对，就是太想去，我觉得哎，这边办握手会也太奇怪了，而且会有人围观吗？围观怎么办？我真的想了很多，因为电影公园真的是很常会有同学会去的地方，我就觉得很尴尬，那边会热死，应该会搭那个棚吧？希望他们会帮你们搭。啊！如果有你的同学经过怎么办？
哇，那我看到这场地，我觉得骗人的吧。学校学弟妹不可能，真的蛮怕秘密空姐哦，真的。想到那个场地，我觉得很紧张。不过那时间好像差不多毕业，可是就是还是很多人去那边练舞，因为很多人在那边练舞啊，滑滑板什么的。被人围观，好害羞。那我们的重点可能就不会在我们握手的那个人身上。我说家人家在看我，怎么办？对，应该会挡起来，希望会挡起来。一般民众说：“请问这是可以进去的吗？”然后我们说 ：“Hello。”25分会念牌。谢谢林奕晨的枫叶。哪里快？我希望时间再够快一点。可是你们大家有听说吗？就是有可能如果疫情再严重爆发的话，我们有可能就是各大学校都已经开始在准备线上教学，我还蛮期待的。需要我们准备大海报帮忙学？不用谢谢，真的不用。快读快读快读，期待的期待。念排名，你们课程不是跳线上教学好轻松？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没想过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老师就说，来，我们现在直播哈，然后他就在说，来，就是 M1、2、3、4之类的，然后我们说，哎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着，然后点名一下？就是他是说要打出班级姓名，班级姓名跟座号，然后你就算点名成功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是不是点个名，然后就可以继续睡觉？然后老师说没有，因为直播一结束，10分钟后你就要拍一段自己跳那个上课的舞蹈给老师看。他们直接傻眼，因为他说你不要有太直接睡觉，因为要交功课。然后我们同学就说，哎，那可以荧幕录影啊，就是录影之后，然后之后再自己看着影片慢慢学。然后不行，没有，这不是老师说，这是我们校董说的。我们那时候看着，我们看校董，老师自己很尴尬。看着荧幕，1、2、3、4，好搞笑。好，念排名。反正可以躺在床上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来，第10名是我们阿豆，第9名陈家树，第8名林依晨，第7名贾古恩，第6名乌嘎，第5名尤一凤，第4名明晶，第3名 Alex。第2名健健，第1名保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感恩。他们都在我们学生家什么？干嘛这么逼人嘛？对不对？下面解读时间。谢谢梦辰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谁叫我先认识，真是。受不了！我有没有拉下？是可以，可是我里面还有在穿衣间，所以我是还 OK 的，好吗？就是怕没人听课。截图一下，摸头不要，太丑，真的真的包的不好看。我这有完美主义症。我们就截正面好吧，但是学生没有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斗鸡斗鸡斗鸡。哎，我没有看着看着你。好拍。先试来吧，有话。哎，有眨眼没有？你们会那个莲花折吗？就是把拳头反过来放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今天搞开门。好啦，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大家最后给你带一点欢乐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拜拜。